安平美丽商圈理事长罗坤福表示，台南的小吃不但有名，而且安平的老街更加是游客爱来观光的景点。这次结合老街经典小吃，邀请各县的总舶师，融入传统的板桌乡宴，将伫个三月十九号举办安平夜宴的活动。这是吼、哦、少有呀，吼、哦、啊，虽然是办意思，唔是讲人个结婚的迄、那个宴席的迄个菜哦。咱起码这个菜哦，我敢断定呐、啊，全国最好的哦。你讲比如讲小吃，咱起码你讲小吃，为什么台湾的小台南的小吃是台湾之最呢？因为都独家处理的，蚵仔煎哦也是独家处理的。那我们这一次很感谢我们安平商圈哦，就这样子带头哦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板桌的文化。然后呢，它跟一般不一样，我们来到安平吃小吃，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就必须一摊一摊去逛，从前面逛到后面，然后左边右边这样子一直走一直走。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用哦，就是商圈把所有好吃的店家，所有你们想得到的知名的有名的通通集合在一起了。那我们公所呢已经有在脸书上面已经有放送，也有把我们怎么样报名的那个网址都已经贴在我们安平区公所的脸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也都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脸书来做一个报名。为了重现安平的特色小吃，除了在地鹅卷、虾卷，还有蚵仔煎、饼皮蛇、芋粿、豆花和碰饼等，东港还打造户外乐团表演，要让民众感受在地的热情。因为限量只有60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应该到安平区公所的网站，或者是安平商圈的脸书来搜寻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